邪恶的力量不断向剪警调反扑，奉命乔装卧底的霹雳娇娃会不会遭遇凶险？你要结婚了，你早就有女朋友了。夜店打工是警方派他去的，惨了，要是查验身份一定查得出来我是警察。孝文冒险打出美男计王牌，到底有没有机会查出人蛇集团的犯罪真相？周五晚上看完风水世家，请看廉政英雄霹雳娇娃。